遇到性骚扰时拨打保护专线是，是几号？可是是几号？是性骚扰事实上跟家暴新进的专线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就数一二三，再麻烦局长帮我看一下最快举手的人。好，准备好了，赶快先跟局长抛个媚眼。再等一下，点到几率比较高一点。好了，一二三。后面穿蓝色的小姐。一三好，局长，请问答对吗？恭喜。那这边，对我们离得有点远，那就请我们局长帮我们送出这个小礼物。好，待会准备问第二题。好，我们小朋友在外面。如果说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当你遇到暴力行为的时候，应该对跟他说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位妹妹好，这位妹妹。好，蓝色衣服的，粉红色衣服的妹妹吗？好，要说什么呢？我不要。好 ，OK， 没错哦。好，我觉得这个答案也算对。其实我们手册上面写的是你不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就是跟我们局长领取我们的小小礼物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立即拒绝啊，哈，要立即很明确的要大声讲出来哈，就是说，刚刚小朋友说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或者说。我们这边提示的说你不对，事实上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立即表示一个拒绝哈，而且要大声讲出来，旁边的这些大人才会听得到。好，来你的闯关卡，好，对，在闯关卡来，从楼梯上面只要找两个线。